哎呀，挑战的风格是性感迷人。天哪，什么一堆？等一下，我们天竺鼠车车，来，AKB48 Team Taipei。厉害了，一个一个问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 Team TP。哎呀，好可爱！天哪，我是易云，我是麻油，麻油，我是易晴，我是小青，我是雨梨，我是林一。是我们这次的新单曲，新的单曲有新单曲了，15号发行。之前是乌吼乌吼嘛，对。哦，上次那个歌哇，然后跳的真的是乌吼乌吼。对，然后他们跳起来，他两脚离地，对，啊，而且啪啪啪这样，对，然后够大力。哦，连我们在旁边看，我们都觉得很累。你们害怕挑战的歌曲是性感啊？对。我怎么会？你们很性感啊？我们平常都是可爱可爱比较多，很活力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有那个舞蹈担当。那问题是，你们穿这样如果跳那种性感的，会很可怕。不会，红蛋哎，你去哭过来啊？这不是性感，这是三八啦，这是三八。不是啊，他们这，因为他们这个有一点那个女仆风嘛，对对对，很日系哦。这样怎么性感？那我们这个很难得用娃娃音来展现性感。雨林是哪一位？雨林啊，等一下，哎，啊你怎么办？对啊，你怎么挑战？那么甜美，你怎么办？我可以的，待会就是请大家敬请期待。你有办法凶吗？哎呀，你可以戏弄我。也可以呀，戏弄我；也可以呀，玩玩我；玩玩我。就算你不再爱我，见面也敢说 hello hello。人可以来追哦。嘿，乌龟，乌龟哦。好好加油！今天叔叔有练过，新的专辑唱片出了，对，然后又愿意在我们节目来挑战性感风，对不对？我们加油，我们来看看 I'm Not Yours 安室奈美惠的歌 ，Let's Go。平时形象活泼可爱的 AKB 四八 Team TP， 今天决定挑战性感迷人的风格，可爱的小女孩们能摇身一变。变成性感美艳的小姐姐吗？尖叫声！哎呦，性感的 AKB 高铁，哎，没看过。哎呦，可以耶！哇塞，大突破！哎呦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AKB 高铁品牌妹吗 ？Oh no！哦，你眼神不一样哦。情似浑身的药，原来你什么都很少，但这种调调。你耍的绝招其实很搞笑，听过了900次的梗已变成骚扰。And you know what， 我亲爱的，你大事不妙。
好吃的。我没有想到他们开全麦，是真的，全部都是拿麦自己唱。那当然，那是一定要的嘛。我们把系统也全开呢。但是我今天看他们，说性感迷人，比较不是那种色情的啊，对对，而且是展现女性的自信的。对，每一步都好肯定。尤其你们的眼神就对过来，刚刚立冬哥哥一秒真的被电到，哇，心脏暴击，你知道吗？你刚被谁电到？哇，他刚刚看了我两次，他用他看我第一次，我想说那是服务性质，第二次哇，我知道有人，有人在看，看我那眼神在跟观众谈恋爱，真的是一定要。还有那一次啊，他刚刚也是转过来，连我都电哎，尤其这个很可爱，对他小小只的，可那个气，哎，拜托，这种哎，用咖啡型的以前。是 espresso， 现在是 latte， 哦，对，有加奶，加奶，加层次比较多啦，层次啦，层次长大成长。今天这个表演，来，我们来举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大成功，恭喜你！好，来，好，谢谢老师啊，还有握手会对不对？握手会，对，我们也可以握手会吗？谢谢，等一下。大家，怎么我们刚跟大家握手，对不对？粉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握手。在哪里啊？什么时候？在2月12跟13号这边的握手会，来，握手会，握手会。大家握手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要一秒一秒约好。对对哦。那大家看时间、地点都有报告吗？有，12月12跟2月13会在我们的松山文创园区的多功能展演中心。希望这个到时候握手会见，握起来，握起来，谢谢 AKB48 Team 台北，好，谢谢他们。